大家好，我是王东北。今天探店呢，带两个美女去。今天吃点什么呢？吃点啥呀？这大路虎都给你配上了，美女都给你配上了，你说吃点啥呀，北哥？那就领你们去谈谈怎么样？吃好的，吃贵的，不吃免费的。谈谈，出发，走。北哥，我咋感觉都要出市区了呢？酒香不怕巷子深，你就走吧。哎呦我天，觉得我有点上当受骗了呢。这马上出城了，我怎么感觉？现在就是出城了。北哥，到没到？再不到，到了就那个就右转右侧。哪是右？嗯？哪是右？前面那个和平饭店。啊，好嘞。你后来就这儿。不吃韩餐吗？这不韩餐吗？既来之则安之，走吧，回家干碗好吃，回去吧。哎呀妈，不是搭的就吃这个，早知道不来好了。你坐着，大伟，你站着，你说我这颈椎也不好，还得抬头看你。不是我这，早知道这，我就不穿裙子。你这，我找个椅子，找个板凳，一会儿要找个小板凳，跪式也行，跪着。那个，今天为啥带你俩上这儿来呢？嗯，这个朝鲜饭店呢？不是说市区那些大饭店能比你的，因为啥，这个是情怀店，在这个地方已经开了好几十年，也是我儿时的时候在这吃过的饭店。他家这个菜啊非常正宗，他家在朝鲜饭店里绝对是头子，我跟你说，开了好几十年了。上菜看，对，一会儿你们尝一尝就知道了。来，服务员，哎，点一下菜。那个这样吧，那个你家多少年了？刚看30多年了。30多年了，在这是吧？这样都给我上点，因为这个两个美女都来了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衣服好看，给我也来一套呗。有给找一套，让他穿上。北哥，我觉得来这种馆子一定要有那种仪式感。我认为也是。上菜了。这什么菜？干辣椒炒牛肉。哦，啊，这个是咱家特色吧？对，尖刀鱼，铁板尖刀鱼。这个大刀鱼，嚯，这是什么呀？石板肥肠。哎呦，这是我的最爱。对对，他的最爱，这大威的最爱。这也是铁板的，这什么呀？石板八爪鱼。这猪大肠是我的最爱啊。对，确实。嗯。就这臭烘的味儿啊，嗯，很香，嘎嘎香，嗯，用他们朝鲜的特制辣酱炒的，嘎嘎入味儿啊。来，过来，来，哎呀，我给你尝尝，我给你卷呢，谢谢，嗯，酱吃吧不腻。他家这个刀鱼啊，属于那种外也不焦，但是里特别嫩的那种。对对对，它外边应该是煎的哈，它里边非常嫩。里边特别嫩，而且特别入味儿，它真的是特别入味儿，真的这个也好吃。而且它大，吃着过瘾，是不是？我认为咱不能光吃，是不是得喝点儿？他家是什么呢？朝族，最出名的就是米酒。我给你让他们来点米酒，让你们尝尝，行不行？来点米酒啊，服务员。这个是牛肚里儿，这个就特别的辣乎，东北话讲叫辣乎，它也不是那种一咬不成丝的那种，一点都不刺牙，这个行。然后就是他家的鸡手，他家的鸡手其实我也挺喜欢吃。哎，米酒来了。嗯，它一点都不硬，特别的软烂，就是属于入口即化，就是特别有胶质的那种感觉，辣辣的，有一点微甜啊。哎呀妈，这美女选的太香了。锅包肉，真正的外酥里嫩，非常酥。他家锅包肉啊是老式做法，做的不错。松花江水起波纹，谁不喝了谁是儿。
这个东西吧，就是说什么呢？真正的清凉解渴小宝贝儿，这就是真正的。谁喝谁得劲儿。谁喝谁得劲儿。你看今天咱吃他家这些菜，我觉得味道就在别人家，就是潮州菜来讲，他家绝对是杠杠的了。每道菜是每道菜吃的一点毛病没有。这一趟走这么远，其实也值了。绝对值了吧？别看远，但是说吃到正宗的潮州菜了，对不对？这肥肠不给人家露点大米饭，就白瞎这菜了。太香了，我的妈呀！有的人呢走路招风，有的人呢说话招风，我呢吃饭招风，没办法，气质拿捏得死死的，没办法。吃完了，两位老妹儿，吃怎么样？挺好。走吧，吃好了就走吧，回家吧。唱首歌去。走，唱歌去。走。好。